看这路边一排这个啊，现在在开花了，这叶子很翠绿，有吗？你看它的花是这种粉红色的，好小好小，有吗？哦，这真的很难对焦。果实这样，就会蹦开来，种子就会到处去传递，所以这里就长了一大片了。所以这个粉红色这是它的花，粉红色是它的花，然后比较对这个圆的是它的果实，它的对，就是它种子包在里面，大部分都结果了嘞。这个看的好像很没用的杂草，嗯，它的名字叫做土人参。土人参，对，那也有人说它是假人参，因为它的根哦长得一根长长的。跟人参很像，嗯，对，那也可以当药用，所以是有钱人吃人参，没钱人就吃这个假人参。一般很容易长，你只要有种子出来之后，它就很容易长，就长一大片。你看这里长了一大片，跟这蘑菇叫长在一起，这个才是啊、哦，绿油油的才是啊、哦。这个叶子大的不是哦，这是蘑菇鸮哦。蘑菇鸮，哎，这小叶子才是，然后这些都是花，你看，哇，好大一片，有没有？整片呢？一直到这边，整片山地上都有，有没有？都是。对，这叫做土人参，叶子也可以当菜吃，你可以煎蛋啦、啊，或者清炒，是一种野菜。它是好吃的吗？嗯，看人嘛，爱吃就好吃，不爱吃就不好吃。啊，不会喂。喜欢我们频道的啊，欢迎按赞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耶、yeah ！怎么我忘了？